他那时候刚来，然后就是反正就是我们没传就给他，然后他爆气，他说，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话，我也没爱管他的熊，然后他们就会说，你不讲你几岁，我以为你，那我就说废话，还不叫学长。其实我跟爽哥很好，但是就是碰碰嘛，碰碰会特别照，比较特别照顾我一点，因为我们就是同个家乡嘛，就是跟玉瑞啊，然后大安跟碰碰，就是我们比较好一点嘛。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话，我也没爱管他的熊，然后他们就会说，你不讲你几岁，我以为你黄金世代的哎，那我就说废话。还不叫学长。最凶哦，真讲不太出来。杨绛可以吗？也可以啊。哦。姐夫。Pandy 是吧？对啊 ，Pandy 啊，他有时候会进化成 Pandy， 有时候是 Jeff。嗯。他进化成 Pandy 的时候，他就是。他是一个对于球赛是非常渴望赢球的人，对他，他就很在乎这件事情，所以他才有这种反应嘛。但我们就可以理解，我们就哦，好，又开始了，又开始了，等下就好了，等下就好了，然后就等下就好了。他就每次飙完，然后就自己哦，每个击掌 ，sorry， 就刚才不是故意的，但是我是要表达那个意思这样。但是他是一个很好的大哥哥，他是我算对他算是那种跟本土会比较有。好的相处的杨绛，对啊，因为 他就是平常来球场，他就会跟我们击掌啊，然后讲早安啊之类的，比较真性情。对，我对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他那时候刚来，然后就是反正就是我们没传就给他，然后他爆气，他说 Give me a ball，Give me a ball。最佳演员。然后后来不是跟。吵架，然后就他就过来笑我，他说没事啊，你跟他说 give me a ball 这样就好了，觉得很好笑。那他有没有给你提点或分享？提点了，因为感觉他是蛮爱分享的。没有，我徐本比较常跟他提点。你也是我就是桑。然后桑尼会一直说，你这球打完，然后下滑球要传给我这样。对，就传给我就对了。跟煮菜，对啊，我喜欢去研究说，就是要煮什么出来。我可能会比较想要我自己想要吃什么，然后我就会去买食材回来煮。然后啊，又有企划，下次 Q 一下小白。我靠，他煮给大家吃。手料理。拿手料理哦，炒牛肉，那个叫什么？爆炒牛肉还是什么？葱爆哦，葱爆牛肉，对对对，葱爆牛肉，因为那个比较简单。其他的可能比较复杂，像什么风雨虾球的那个要怎样，那个我没办法。对。那还有做过什么料理？我做过炒木耳，然后炒青菜简单的嘛，然后我也是做最难的是那个椒盐虾仁。最近比较偷懒，放弃这个兴趣了。Uber E 比较实在。白讲了。没有，我最近购入了那个 GR3 X， 然后就拍一些照片啊。现在吗？先看他的那个，他拍的蛮好看的。你等下照片再分享一下。好哦。但是，可能有些没办法。没有，我看一下。是还好。对吧？因为我喜欢看到那种漂亮的照片，然后就觉得刚好现在也出了社会，有。会赚钱的，然后来哦，
然后就没有，就是趁这趁那个啊，上个月生日的时候就买了这一台，因为这会买这台是因为它轻巧方便，好携带，然后画质拍起来也还不赖，对，好，三鸭，三鸭哦，三鸭，大虾时代，红公少年兄，没有啊，反正就是我还在摸索它，但是它弄到现在一个月了吧，就是。玩起来还蛮不错的，嗯。最近想学弹钢琴。弹钢琴，真的假的？嗯，因为我觉得弹钢琴很帅。然后看到哪一趴觉得弹钢琴？不能说的秘密啊，斗琴、啊。看了两三次，怎么那么帅啊？手怎么那么快、啊？我希望我靠，这手怎么弹那么快啊？被周杰伦影响的。对啊，因为我觉得他蛮帅。我说他弹的钢琴的部分，虽然说其他方面也很帅，有才华的，懂得就懂了。下一期也可以看你学钢琴的样子。我还在努力哦。你到底要拍几集？一集播出来，然后一直在 Q 吗？好几集出来这样。我觉得他们很厉害，就是我们每次到我们打了40场，到了每一个客场。或是主场的时候，都会看到他们，就是基本上你就看到哦，你一进场就看到他们哦，知道是乘客，就是会，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厉害，然后就是可以四处跑，然后可能假日看完，接着可能又要上班，可能又有其他事情要做，我觉得真蛮厉害。然后有一次，我记得是那时候主场的时候，然后他们有拿一个袋子。就是那种手提袋，然后上面是我的照片，他们直接印上去，然后他们会在旁边写他们自己想说的话，然后就是写两面都是，我觉得这会让我蛮感动的，对。其实我蛮讶异的吧，就是没想到会有一群人这么热血的在支持，就是领航员。然后他们就是因为很常像小白说的客场都会看到嘛，就是很常会有那种熟面孔，他们几乎每场都到，我不知道他们到底哪来的这么多时间。对，但是还是很谢谢他们，就是可能很支持我们吧。我们今年10连胜又9连败，他们还是在，对吧？这就是很难能可贵的地方。生日也收了蛮多礼物的，然后还有什么客制化的面子啊，就是印我的照片啊，然后一些手写卡片，对吧？然后面子我也有，对吧？所以他发给球队的每个人，然后他们一进来就全部丢给我，然后这个好歹也是卫生纸，蛮好用的，用一下吧。第一题，下列哪一个地名不在桃园 ？A. 八德 ，B. 大溪 ，C. 草屯 ，D. 观音。一二三，停下来。草屯。草屯就台中的，对啊，草屯就台中的，南投吧？啊，南投啦，对啊，对啊，搞错，就隔壁啊，啊，就隔壁而已，对啊，隔壁啊，都是一家人。第一，会不会很胖？谁说的？好，第二题，请问控捧陈冠泉的背号是几号？一二三，请抢答。十五。去年。对，十五。去年，他是去年。去年是30啊，哎、欸，他打30，今年是15。哦，对对对。好，恭喜这位老队，现在1-1。好，请问领航员的主场馆叫做什么？一。一二三，停下来。好，给你，快跳。桃园巨蛋。桃园什么？桃园巨蛋。OK， 恭喜。A 挂香包 ，B 吃粽子 ，C 划龙舟 ，D 吃单元。吃单元哦，吃单元。抱歉，口误。一二三，接着吧。吃单元，吃单元，吃单元。来来来，吃单元。吃单元。再打一下。欢迎打。写的第五题，下列哪一位洋将没有带过领航员 ？A 李德 ，B 泰勒 ，C 霍许本 ，D 张明。一二三，接着吧。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泰勒啊，阿里德是谁？
李德是第一季。好没有，我前两季没在发我耶。哈哈哈哈哈！第六题益智题哦，给脑筋，完了，好。好，第六题，小明参加赛跑，他跑赢第二名，请问他是第几名？一二三，倾向答。再讲一次。没有，听不太到。听不太到。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小明他参加赛跑，他跑赢了第二名，请问他是第几名？我还没讲。哦，还没有。一二三，倾向答。第一名，恭喜答错。为什么？小白回答。小明参加赛跑。小明他参加赛跑。在跑过程中，他跑赢了第二名。他跑赢第二。现在是第几名？第二名。我还你没有选择第二名。恭喜答对。你先讲为什么？因为他前面还有一个人，啊，他跑赢第二名，对啊，他跑赢第二名，他就是第二名啊，对啊，啊对，为啥？因为他跑赢第二名，所以他就是第二名，一二嘛，然后他不是跑赢第二名，啊，他前面不是还有一个，他不就是第二名？啊，可是如果他跑赢第二名，为什么不是第一名？因为他前面就两个人，第二哦，他跑赢第二名，对，他跑赢第二名，啊，懂了懂了。平常看笑话还是有点用的。来第七题哦，请说出三位 Pilot's Crew 的名字。一二三，请讲答。三个。尤米，然后米卡，然后佩佩。佩佩。这三个可以讲。什么？哦，我知道尤米会跳那个 Popping， 因为 Popping 我也蛮喜欢的。嗯。里面最喜欢谁？你不要挖这个坑给我，你在那边以为会回答吗？哎，好的，好的，进下题哦。第八题，请问联盟所谓比较大三元的本土选手是谁？有三题吗？好，是谁？黄宏汉。错。大汉。是大汉吗？对啊，第一个、啊、不是敏哥吗？啊，敏哥去年，敏哥不是有？对啊，敏哥是季后赛。哦，是哦，因为我记得敏哥也有。下列哪位不是今年的年度第一位 ？A. 穆伦斯 ，B. 卢俊祥 ，C. 曾祥钧 ，D. 林志杰。我想请教他。杰哥。好，最后一题了。如果最后一题只尾赢就是平手。嗯 ，OK。拜拜，加油。益智题吗？我操！哎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没有。要让主委出啊！他说：“等下拿什么加法，我会被我揍。”不会。好，来最后一个。下列哪一个是闵行员的主力活动 ？A. 初恋紫色系 ，B. 海贼王 ，C. T Y P 情人 ，D. 上班族狂想曲。有什么倾向吗 ？T Y P。我唱歌哎 ，T Y P 情人 2.0。你也是男团之一。对啊。那你明年要不要再出来一下？明年他弹钢琴，我唱歌啊。然后正牙弹吉他。好。对啊。结果双方撞成平。所以不要惩罚。对。我还是要惩罚一下。为什么？惩罚当然要干嘛？好，我们加一题。加一题。请问今年领航员？例行赛第几名？一二三，请讲答。第三。恭喜答对。例行赛哦，对啊，对啊，例行赛。啊，所以惩罚什么？代加吧。哎，真的是代加吧？会直接走心了、啊。是代加吧？来，把加法拿出来了。好了，没有了。拜拜。老板，是拜托一下。不是，是要扫哪一个？三个都可以扫一下。如果不嫌弃的话，看各位三个都帮我扫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好，一个先。好。而且你看，这么多朋友在追踪了。真的。哦。
下次有机会等开机可以来个泡门打球。可以啊，这么好吗？对啊。OK 吧。等我一下啊。要给镜头确认一下吗？没不用的，样子有做到就好了。有做到吗？这么相信我？有了，可以三个，可以认识一下我们球员加康啊，这是他的那个座右铭，越挫越勇，越挫越勇，对。所以一定要挫才会比加康支持一下。如果太顺就不会。但是他今年是过得蛮不顺的。真的吗？那应该会越来越。谢谢老板。那我们飞行员 Talk 就在这边告一段落。如果有想看谁，底下敲碗留言。喜欢的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拜拜，下次见，拜拜。